林将军，虽有伤在身，怎地还特意迎张出来呀、啊？快坐下歇歇。不知程将军，您来做什么？娘娘啊，你照顾好你自己啊，你行的。林将军的伤还痛吗？也只有你问我是否会痛。玉昌郡主，你入宫之后见了那些贵人，要行跪拜大礼。臣父，臣女。那个是爱卿之女吧？过来一些，让朕和皇后好好的看看你。哪儿来的贱婢，竟敢偷听！这进了皇宫，可不能再如此了，否则会祸及程家，